少粉丝提问：吃鸡什么道具最难用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会想到什么道具呢？下面要说的就是最难用的三个道具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震爆弹。震爆弹的效果非常不稳定，即使是扔投掷物很强的玩家，用完它也不敢贸然冲锋，毕竟很难判断敌人是否中招。轻易冲锋很容易被敌人击杀。二，尖刺陷阱。它是吃鸡曾经推出的道具。用处就是铺在地面上，当载具经过的时候扎爆轮胎，但是效果很强，而实战却非常难用。即使是堵桥，也需要收集好几条铺开才有用。三、十五倍镜，十五倍镜非常稀有，只有在端游的空投里才能获取。十五倍的放大倍数看似很强，但是根本不实用。除了开科技之外，几乎没人能压住十五倍镜的扫射，强行用它完全就是人体描边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